猫哆啦 A 梦。喵喵。早安，早安。唉，晚上好。很抱歉，最近没什么动力开台，抱歉，抱歉，不是因为贪图玩这个游戏。啊，发生太多事情了。喂，有声音哈。我其实有在看隔壁台，也发现我其实在这游戏上也没在玩什么，就只是帮人家挂点，然后就是帮忙挂、帮忙抓什么的。那我也没有干嘛啦。那现在在这边挖薄荷。早安，早安。你听到隔壁的声音，应该是觉得也是很累吧？啊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是刚好就是状况很差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在跟尤里聊天，他就在问宝可梦的东西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杰克前阵子才刚问呢、欸，那有没有要就是问一下，要不要什么开伺服器什么一起玩的？”然后其实阿米狗那边想说，这想说好像才还玩不到一年就再玩一次宝可梦，可能就是有点，哎，有点太快了，感觉又新鲜感没那么多。啊，我是觉得有宝可梦玩就好了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有意愿的，但是阿米狗那边就是没意愿的太多了，所以就那个阿米狗的暂停。然后刚好是尤里最近又在问，我说有啊，然后后来发现那个，他好多生态域都改了，感觉今天很累，我今天3点才睡啊，然后睡到7点起来，然后回楼上再从7点睡到9点，因为今天去帮我堂哥送行啦，对。所以我昨天我其实不应该在他们开台的时候一直开麦出声，然后跑光语之类的，我觉得这样真的很没礼貌，对吧、啊？然后我觉得那是别人的台，那我动不动就在讲光语的东西，我觉得这样对观众啊，对其他人都很没礼貌。但他们觉得有车蹭是没事之类的，可是动不动就人家玩到正胎的时候说：“哎，可以回家咯，哇，贝壳咯，哎，要被背咯之类的。”哦，太诺音，早安，这样身体撑得住吗？我最近真的觉得我快挂了，我真的快死掉的那一种。然后再加上最近发生很多事情，然后加上睡眠不足，然后天气又太热，就都随时可能会往生了啊。然后再来是，我不是头发很长吗？哎呦哈，我头发很长啊。然后想说啊，完蛋了，这样的头发，我迷你 Q 怎么去？
等一下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边好了，没有啦，有你在我迷你 Q 的地点怎么去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对啊，那再来就是，我刚刚聊到哪里？哦，我看我可不可以把我，你们要看吗？我现在的头发，我修一，我不是修一下，我遮一下一些东西。应该不用遮了吧？我觉得，我觉得很好笑啦。等一下、喔，啊，复制另存图片，我改一下哦、喔。啊，你们乖，我改一下，我改一下，我改一下。好像有点卡哎、欸，是不是我低太多台了？是我低的台太多了。只要按按好啦，那个从那个从毛西好不好？毛西开始打招呼，你们现在打安安，我一个一个到。我让、啊、我先去改，我修图，不修图啦，我去把一些边框裁掉。啊，这怎么裁啊？我裁，下载那个，而且我连布布生日。都累到没有讲到，我就难过哎。想说现在迟到讲就觉得啊，我觉得好失格哦。这好像也不用 P 什么哎，可能把后面牙膏、牙刷、杯子弄掉好了啊，哈哈哈哈，很小。模糊工具，我可以把我整个头给 P 掉，留头发就好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另存新档。存档，存档，我怎么觉得有弄跟没用一样啊？等一下哦，好，我丢上来再开始倒，一个一个说完了哦。我看一下哦，实物一曲文字，开车，杂图，这杂图是什么？属性，算啦，本机下载，这个存储，哦，这么大张哦，你看哦，变形配合荧幕大小，这个是现在的头发。好了，我来一个一个到早安了，不安安了。我其实看过现在的繁星，你没看过现在的繁星啊？来开始喽，等一下哦。啊，毛西安安，声优安安，信安安，鸟人安安，包包安安，林毅安安，安雪莉安安，青蛙安安。你的字好难念哦，什么？翁毅杰吗？安安，子瑶安安，潘潘安安，南星安安。江庭瑜安安，明安安，漆黑的湖安安。疯了不正常安安，声优安，声优两次对不对？
正佑，你这样不乖哦。黄安安，吉安安安，没人好。好长的头发，对啊，其实。其实那时候我就绑这样子过去，因为真的没办法，我就只能这样绑了，因为没有去剪头发。然后想要说啊，那边有一那个嘴巴很讲话都很难听的那个长辈，然后果不其然一过去说：“你这是什么发型啊？可以整理一下吗？”然后之类。然后他说留什么下面的头发，他说要扎就全部扎起来，然后就说头发不够长啊，扎不起来。那于是就是把马尾往下挪，就挪到连下面头发都扎得起来，可这样变得很丑很难看。啊，手机壳好可爱，兔子的、啊。好了，不行，不能再看了，还蛮帅的。没有啦，那时候我一绑起来，我弟就说：“哎呀，我还没绑之前，我弟就说：‘哎、欸，你头发那么长了。’”我说：“对啊。”然后就说。看头发叫帅哥哇！拜托，有人说什么听声就知道是帅哥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，就是我弟说，你头发这么长了，我说对啊，完蛋了啦，我没有剪头发，过去会被骂、啊，因为我奶奶都没有念了，然后竟然是被那个姑姑念，就很不开心。低对啊，低那马尾可以，可是我那个马尾太低，看起来不会很好看。我的脸现在状态还行吗？有点毁掉了。我的脸现在那个开刀的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痘痘都喜欢集中长在那边。然后我那天回诊去给医生看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脸上痘痘又长了。他说：“哦，有看到。”他说：“直接看到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那个是原本囊肿开刀的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又长痘痘了。”然后医生就说：“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都几点睡？”我就说：“我都早上睡。”对啊。啊，我就说没办法带小孩啊，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晚上又在工作，就像现在工作嘛。啊，我现在的作息就真的很难配合到阿米狗那边的那个啊作息，因为我醒来时间其实就已经是现在时间了，所以也都 pass 很多。我练可爱风说，你说画图吗？我也没有特别在练呢、欸，我现在真的很少在画画了。微妙，我怎么说啊？其实我现在如果不常开台的话，我晚上睡觉，白天去楼下吹冷气、滑手机好像可以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常最近呢、啊、有点负面到，就想说要不要干脆就再重来一次好了，有没有？然后看哪个好像，哪个明星或是什么偶像好像结婚准备了吧，就赶快投胎，然后看可不可以读到他们的小孩这样子，对吧、啊？怎么说？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在猎龙嘛。其实我还是很想猎龙跟玩小蒂娜嘛，但是猎龙的话我其实可以跟就是 HTT 啊、番茄啊他们一起玩，火鼠他们一起玩，嘿，然后我想一下哦、喔，对啊，只是那时候在刷，想说刷一刷那种作业感真的很重，会很容易腻，所以真的是需要人一起玩。那没有啦，没有真的要让他重来啦，只是负面到这样子啊。
你看我最近像8月4号好了，不是李黎跟布布生日吗？我这两个完全没说生日快乐哎，我是觉得说，以往都有很准时或是抢第一个奖，可是我竟然整个忘记掉这两个生日，我就觉得很难过。再有那个小鱼的生日啊，再就是小鱼生日了啊，这个我还记得啊。然后最好玩的是阿喵也是8月4号生日，所以这三个生日，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哎。我偷偷告状哦，12点过后是蓝蓝生日，该不是又一复发吧？啊，就是啊，不知道哎、欸，真的想要去拿药，可是我吃药之后会变得很夸张哦，我吃药之后会整个讲话大概是吃完药之后啊，大家。哎，没有啦，还好啦，还可以啦，没有没有负面到真的想寻短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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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东西，没有这种东西，没有这种东西，就只是最近在想要放松或出去走一下。对，你看，毕竟都已经这么少开台了，那你就干脆出去走一走，那也不错。嗯。呆滞吗？不是，因为那个药的副作用会恶心想吐。那个抗忧郁的药副作用会想吐。变懒懒烂烂的吗？对啊，就是想吐啊，然后会不太想做事啊，就讲话会很呛啊。休息几个月不行啦，欸，我光是这两个礼拜。没有剪片的这两个礼拜，我的收益已经掉一半了。然后不行不行不行，我该去剪个什么的啊？可是最近小课团又玩不到，休息3个月，我的收益应该只剩下我的直播记录的收益了吧？我本来下午想说就搭游览车回来嘛，好吧，就搭那个重型的车回来之后。因为下午有点下雨，应该是有办法开台。因为其实下午我睡意没有到很严重，我想说可以开台，然后开一下，帮幽灵改造一下他的那个幽灵城。嗯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东西我要放回来。直播的收益会好吗？当然不会啊。我的收益都是靠那个精华影片，我直播收益比较少，直播收益比较是靠抖内啦，然后影片收益是靠广告。棉被猫安安，啊。奇怪，就是没有捡到某些特别的种子哎，怎么会这样？还是蘑菇地群蛙？我没有捡攻击、捡特攻的
然后捡攻击、捡生命、捡特工的伙食、欸，哎，尝试捡秀特。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在用宝可梦挖地板，然后为了拿到这个，这个东西可以种出，随机种出那个薄荷，可以改变你宝可梦的个性，就是可以改变。这个个性就是像这个固执，它就是加攻击减特攻，就是物理输出手，就是完全 不需要防御，那不魔法攻击，完全拼攻击就好了。那你看我这几只就刚好是固执的，这不用。但是我有我的一只火爆弹。它需要减攻击加特攻的，整体好比收益好来重要。没有，就是看到收益变差，然后就会开始心情变差。如果可以，希望反正去那么可以减。我看反正就不是，前一个礼拜的是巧克力嘛，那时候是整个整整两小时都在追打，那追打的过程很难捡到，很难分成小片段啊，你懂吗？就是追到一半的时候又直接进下一集的话有点难捡，那再来最后一集的话，那时候是影片好像坏档了，你又发现最后一集的轻松末日精华是在那个主频道吗？所以偏偏在最后一集，那时候要切光遇的时候卡机，我要哭，快气死！轻松末日之后有新系列吗？不会了，也不是说了啦，就是目前。大家会先休息一段时间再做规划，对，我们来放的歌好了，纯影片，哎，我们来换个话题，你们珠子预购了吗？我想问，因为那时候都是老 G 买给我的，最近应该只剩跟三江相处了吧？因为时间配合得上啊。因为我刚睡醒的时间也大概都这时间啊。然后再加上我睡醒的时候 ，Amigo 那些也都是开台的开台啊，然后不在 DC 不在 DC 啊。那你这样快出才蛮有特点吗？什么游戏？珠子啊，宝可梦珠子。因为之前它不是有个特点是，可以获得那个吗？飞行，特殊，宝可梦伊布跟皮卡丘的版本不是有个那个？可以获得他的特殊技能，特殊技能的，对吧？等等，这台是聊天台吗？不然你要看什么台？当然没有要一直聊天呐、啊，我现在只是在捡薄荷，我等下去做我要做的事情。啊，没有，最主要是要再拿一样东西，那个东西我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过。有一个我要捡一个果实，是捡攻击、捡特攻跟捡生命的柱。对啊，我想要那个飞行皮卡丘啊。你看，开始就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技能。就有飞天呢、欸，再想想看，那时候预购的话，
剑盾预购有那个超级巨喵喵哎、欸。你感觉神兽大家都会买紫，我考虑买猪。没有，我也想要紫的神兽，但是我想要猪的 NPC， 所以会买猪。啊，昨天在那边说，尤里那边说我应该会猪吧，然后我就回答什么，我也是猪。快想想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你才是猪，这样子。好啦。我觉得太重好了，没有，我现在就是都要用这只在打钱，看好，好不容易有超级巨喵喵了，你看这笔钱7600，哎，好像是这个哎、欸，是吗？不是啊。好难过、哦，交换，我主要是要练这一只啦，这只的性格错了，那再来是他的那个 IV 值也要重，对不对？努力值也要重弄。听说选猪的话，指的不是就是团派？你这是在剧透我吗？虽然我是不怕啦，嗯。哎、欸，这边不能回收讯息哦，不好意思哦。反正到时大家主线破完，大家一起钛金团体战一直刷，对吧、啊？就是，我就喜欢大家在一个空间一直玩的游戏的感觉，所以我那时候才很喜欢世界。世界可以在那个啊，啊，他幽灵系的北七哦，可以在那个巨魔之地一直狂玩，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。应该感受得到吧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喜欢跟你们在地下挖矿。自在者，没事啦。泡泡早安，早安早安。哦，机器人。哦，不用惊叹号，白痴哦。白痴，我被隔壁影响了啦！啊，对不起啦，我是白痴什么、啊？习惯紫色学校了。我那时候也是很认真跟幽离说啊，如果你真的要给别人 VIP 的话。看你要不要把我的给拔掉啊？因为反正我就会常出现在他的台，又没关系。反正看不到我是他的错，看不到我打字是他的错。哎，你把索罗亚杀了，我暗之死哎、欸。你挂台，好的。然后其实也很对不起那些啊加我会员的啊，我开台频率还那么低。对对，你看克洛伊一定很想我。蹭蹭脸颊，福特地换啊，死了，对啦，不谢不谢，我现在就是要把喵喵练到100等，我在想说要直接给他吃糖果练，还是
慢慢练上去。那个铁针，我音效很大声，我知道，可是我调它是哪个音效啊？方块，试试看哦。啊，看，按错，八七，我是北七，哈哈，我是北七。那个不好意思，我一直觉得它音效超大声，但是我那时候调不出那个声音在哪里，很抱歉。哎，有好一点吗？好像有哎、欸，音效。试试看，喵！我看我变大声，白痴，所以不是方块，好，这样。来说主音量调低，玩家。不是，现在会变低，是因为我主音量调低啦。先这样子看有没有，有的话我再慢慢塞。它是全部音量啦，白痴哦、喔。所以。可以调大声一点，然后大声一点，友好生物大声一点，或者小声一点。这样子，看好、哦、啊！白痴，它什么音量啊？白痴，我去查个东西，等一下哦。啊，顺便中了个。我要去查一下那个，素果啊，等一下哦，蓝，嗯，找到了，哦，这个吧，
8.1 更新之前，该物品可以被某些类型宝可梦采集到。哎、欸，它还有分哦，不同宝可梦采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哦。哦，哎、欸，好扯哦。我看一下下一个。是长大了吗？宝宝晚安。不可能，幽灵也没有啊，因为幽灵前阵子在这边挂那么久，结果也没有拿到啊。反正跟三江玩哦，对啊，没有啦，我们没有在同一个通话啦，但是啊，在玩没错啦。鸟儿晚安。你们真的好了，狂浪哎、欸！对啦对啦对啦，哎、欸、阿亮，巨前螳螂是要什么性格啊？大胆哦，嗯，我是要胆小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大胆是啊，大胆不是内敛跟什么？胆小跟内敛啊。啊不是大胆，惨了惨了，歪了歪了。嗨阿耀安安，这个果实啊，看你玩哪种。巨前螳螂呢？我要打得痛的是哪一种？
加八步，我感觉他都要哎、欸，不是啦，你放你家，我那么就，没有，我们平下，我们平时是家在下面乱，我大欧主播，哎、欸，他们干嘛？啊，他们想吃薄荷，对不对？物理还是魔法攻击？我现在第一只100等的是魔攻的，魔攻是要内练跟那个嘛，胆小嘛。这边多到有点卡哎、欸，我先撤，先离开这边一下。哈喽杨安，你知道吗？稍早有说太久没开台了，我们家克洛伊一定想我了。我们家怎么了？你不是我们家的克洛伊吗？哦，我是不是真的开太多人的台太低了啊？天啊！那假的，有淡薄啊，顿的，卡卡的。减特攻，看你要攻击还是速度。攻击好了，攻击就固执嘛。爽朗是啊，那个嘞，月亮一步我就不知道了。减攻击加哪个特防还是物防？你那时候不是也是跟我大推月亮一步？其实我不，我没有说不喜欢月亮一步，我也蛮喜欢的。就只是当时太坚持想要射围啊，母的射围啊，还坚持什么？
最近太忙没跟台久违抖个人气钱，没啦，是说哪种力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。F B 三几千个好友，欸、我懒得删哎、欸，还是你要直接开个那个新的账号，然后去加去说什么？我要换账号了，然后这样加加我加加，陈亚安。你知道吗？如果喵喵有个特性，它是那叫什么？有胆量哦，就是一般招式可以打到幽灵系招式啊！我就全程从头到尾都用着聚宝弓在拓荒，大胆或顽皮，但是它双打的辅助加弹，没有，我只是想要。我只是想要那个啦，抓宝的时候撑久一点。轻飘飘。啊，按错，第一只，第二只，第三只，第一只，第二只，啊，两只而已，两只还敢出来跟我打？谁喂糖果了、欸？哦吼！太多直销的了吧？开心！大胆加物防，顽皮加特攻，看你能打什么。哦，物防吧。哎、欸，啊那个嘞，那个啥？他配的攻击招是哪一个啊？我记得有个是他专门配的。那时候他的唯一攻击招是什么？他就是当时不是他是配哈欠加什么加什么吗？
然后现在就是主要是我没有那个，我没有够多的果实可以去重来。哎、欸，水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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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，好快！你这是卡在哪里啊？有了有了有。等一下，巨牙沙怕什么？水加什么？就纯水吗？好走，哎呦，卡住了，哇哇 GG。最近常常会卡动画，好啦，这个重开会有点久，大概两分钟吧。大七黑色目光哈欠祈愿啊，那这我在想我的皇冠要给谁？久违的来豆哥 Tilda， 哎，感谢小妞500块，谢谢谢谢小妞。啊，最近工作还好吗？你不是有同事两个同事出事？久违的来豆个 Tilda 又坏了是不是？啊，还是我去跟他们捡东西啊，看他们现在在捡集聚的东西。他们现在里面就是很像那时候想到魔物猎人，就是稀有怪出了，就马上一堆人冲，因为我们装 UI 嘛，稀有怪一出了会有提示，然后就一窝蜂一群人跑来跑去。连抖没有啦，就坏掉啦，会掉会多跳一次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他们会开到几点呢、欸？今天还没有跑光遇啊！哎、欸、呀，今天新的任务就只是去造反黑暗的地方。然后就这样而已嘛。之后珠子也会，例如谁的洞出特别属性的钛金宝可梦，你就是说像超级巨的宝可梦那样子。所以他是把超级巨的那个东西改在变成钛金化。啊，哇，我的磁铁跑哪去了？艾丽，哎，我找到了、欸。等一下哦，好干，
捏什么？是几句话不会绑哪只太金会哦哦哦哦哦，所以是要有太金属性的才能放太金，啊，你路边随便抓的没办法太金，这样子哦，这样也合理啦。那动不动就每只都会变成结晶，哇，在干嘛？可以挖它吗？每一只都不同太金，什么意思？你说一只一步，啊，每个太金都不一样哦，有几种太金？嗨，月月，不见了。哦，每个太晶是一个属性，是不是？哦。没有，好，要每只宝可梦击杀后会加特金，然后让你的加 DPS 按比你
待会伺服器会重启。白痴文又补啊！你说那个狗狗很可爱耶、欸，可是他说一直分泌什么东西，都觉得不是很妙啊。当时是这样练的啊，只要放一招，啊隔音北七哦，小睡。什么？不是，也不是这个啊！防御的有了，好久没来看台，没事，朗月我也很久没开台啦。没有，最近也比较少开台啦，所以不是你的错啊，是我的错。那这一代，那这版本的树果都长在树上，然后要这样子慢慢开，慢慢开才可以拿到，很痛苦。我刚有在幽灵那边打字，不知道他们看到了。就跟他讲说，如果路过，你发现有什么捡攻击、捡特攻那种的，再带回来就好。啊，朗月。1.16 版本，对，再高一点点。1.16.5 啦。我打算下一代都用新宝可梦过暑假，当然这样。什么意思？你。嗯？啊，不然你原本是打算怎样？用哪只虫过任务？我以前都是全虫过四天王，全虫，OK， 我大量回收，你是要死。没有，如果是要杀掉的话，那我要杀掉。啊！我缺蛮多人。Miss my my my。金币掉落一地，光之粘土。Miss My， 阿火哥，你找到雷斯版的吗？
我问错问题了吗？请问我问错问题了吗？再救几桶，有了。我想说，我问错问题 ，baby。在异洞里面，我只有四级救急球，宝箱里只有异洞，我知道啊，只有哦，大力二，大力二就是拿来打的。当夜月也有玩是不是？五十级大力二，来小偷看看。雷斯班是敏感话题，少说点话。哦，抱歉。给我钱，给我更多的钱。取消。哦，那我问一下哦，减攻击、减特攻跟生命的树果是不是真的很难取得啊？还是你觉得还好，动不动就一大堆了？因为我其实玩到现在，我都是拿到减特防、减速度跟减防御的。啊，哎，对，我顺便问一下，不要好了。打特定宝可梦哪些？你可以帮我查吗？求你了！现在我要大量的种，不然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你要哪一种？减生命、特攻、攻击这三种。然后翻译哦，我知道，就是，我查到了，他是跟我说，要透过什么特殊宝可梦采集到，我就挖了发，我就在那边挖了发，什么意思？因为前一个版本是我们就是挖地板，很容易就挖到一大堆，可是谁？那谁？在树林，紫玉剑吗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有啊，我有用啊，可是紫玉剑我就想要了啦。
我性格没事啦，性格有 TP， 看看，怎么会这样？需要帮你查吗？可以啊，帮我查一下。我现在就只想找，没有，我现在想要看他们怎么抓，看他们打而已。好，不要不要哦，好，得点了，哎、欸，地啦，又我被踢，哎、欸，我问一下，如果第一只一样是带就是同步特性的那个同步特性的，啊，可是丢出去的是第二只的话，一样会锁性格吗？对，就队伍第一只摆同步特性，这样性格会锁住吗？哎、欸，嗨，你好，你会掉东西吗？打打看，不会。群儿小姐，群儿小姐，那真的很难呢、欸。田祖祖不会有，对不对啊？田祖祖还好遇一点，那群儿小姐就算了吧啊。那还有其他获得管道吗？才树上的而已了吧？啊，难过难过，好难过好难过。好，晚安晚安，小妞晚安。我要当采花贼。嗯，爱表。其他只有野外，哦，就只有群儿小姐会掉啊，其他都要野外了。哇，这版本有点硬哎，怪不得网络上评价这么惨。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，太难过了！一直捡到这些，我好难过啊！好难过，好难过，怎么可以这么难过啊？
可以不要再这些了吗？可以来点酷酷的吗？不好意思，可以酷酷的东西吗？啊，我还差一个，忘记是什么了。特工，我去找找。群儿是 HP 好，女十趴哦，有点硬哎、欸，这群儿又不好遇。哦，所以刚刚看的是群儿，是 HP 是群儿而已哦。哦，我以为是都是打他而已。野外 boss 几率不一定。boss， 赢吗？撞，哎。哦，这一代飞行真的是有点难。嘿，没有。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惨了，我没有宝可梦哎。蘑菇包子。啊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逃走，逃，逃，逃。哎、欸，前面有村庄。减攻击飞腿狼。哇哇哇！一个。点特工火狐狸十趴红火狐，好，我记好了，我太看得起我的喵喵了啊！然后我就是这一只啦，这只才是我的主要战力啦，就爆音怪啊。你知道我当时不变之时打那个十丸子打超久的，又发现他是要用那个抓取或是用小偷打到的，他掉落物不会有掉。我感觉这几棵树不太像是哎、欸，长很像，可是好像不是哎、欸。好啦，我在附近我守这几棵树好了。这个就不是啊，这就有啦、啊，像防御的。那这个也不是火土火什么火的，那、啊、这个咧，红线只有打胖猫会掉，我知道。啊，胖猫掉的几率是10%，这个我知道。十分钟后关伺服器。啊！解除中毒状态，有没有商店？没有。这边还有，这个是什么？黄梨果。不用。啊，没料。
好像村庄都固定这几种哎、欸，因为我这些树果都村庄拿的啊，对啊，你看他们都种一样的东西哎、欸，文佑果。八、啊，好，盼盼晚安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啊，辛苦了，来这边看看不懂的游戏。某节玩的还没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说想找时间跟 Amigo 大家玩，所以把这个挖做好了。嗯，对吧、啊、火狐狸哟、哦、火狐狸也不好遇耶、欸，嗯，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有注意到说奇怪，为什么果实就是就这几种，沙漠很好遇火狐狸，然后那个啊，我知道那个就是极限山丘是遇那个嘛，格斗系的。哦，所以我去找沙漠，一句，繁花啊，桦木，极限山丘跟，很傻，我又想到一件事情，他说他以为我在，然后他没看我的台，哦，给他丢，还是突然想到你没看我台，哦，很不知道我在第四 A， 他是忘记。是球吗？不是，极限不是龙跟格斗吗？对对对对对，是啊，还有基拉奇啦。哎、欸，他这次有改、欸、那个那个啥，那个裂空座不再是那个向日葵花田了。哦。等到快死啊！你最后等到吗？好，狼月晚安，狼月赶快休息，晚安晚安。欸、他有六只哎、欸，一场下来个十百千万，开心，来回血。啊，我没带金币护符的原因是因为。我不想让它进化，一直点，我怕没有点到它进化成猫老大就废了。在极限等了17天，哇，那我去蹲点好了。我也去蹲蹲。那我们现在这边捡东西，捡到包包满吧，对不对？有东西赶快捡啊！这边看起来很像极限山丘，就是这里了。看一下哦，这边是这个是啥 ？My 块 MU 不是，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
这是极限三球哎。迷路安安，哎，好久不见。最近过得如何？最近有看你的动态消息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集聚洞会掉哦。以前啊，因为以前看到素果他们都丢掉，就我在留。没水哦，附带好东西。OK， 啊，在这边跟大家讲啊，饮酒不要过量啊，远离毒品啊。我两个堂哥就这样子走了，哎，然后就很夸张的是，三年前是我小的堂哥因为吸食毒品离世，那这个大堂哥是饮酒过量，啊，然后其实跟他们的怎么讲，虽然是亲戚啦，但是。就没什么交集，你可以说属性诱饵啊，那个不是很烂吗？不是属性诱饵，那个号超快的哎、欸。那你觉得有感吗？因为之前我跟小雨太想要那个色尾诱饵，我就做了色尾诱饵出来，一下就没了。哦，路见安安，哇，他弄了这么久，终于进来了吗？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应该是跟我一样不熟模组的好朋友啊。驴好重要，可是我之前在伺服器抓了一班全班，好吧，晚点做个诱饵，关门。哦，提前中断。是可以进了吗？我去偷听一下，还没。Thank you.
做属性顶多生成那个加成而已，早上了还要上班先休了，好，谢谢阿亮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之前我就是做了三四份色尾的护符，然后那边带，就带一带啊。不会，该不会火属性的就需要那个吧？减攻击的。啊。因为我单人测试是异色生成飞行的直接飞走。哦，你没有雷达吗？当时你有装雷达吗？不是，雷达会显示异色的一个框框一条线。我知道有铁，等一下哦。弟早，那你是又醒了是不是？猫肉丸子早安，安安 ，hello hello hello。他们出的几率够低了，他掉落率还那么低。让个会开心的颜色拿去睡觉了，谢谢番茄。你抖这笔钱，你干脆买一个给我好了啦。你干脆去买个珠子给我啦。好了，晚安晚安。超市教学者，真长哎、欸。嬉闹欸，蒸汽犬，不是还很久？好啦好啦，没事的，我再慢慢等啊，晚点休息吧，晚安晚安。
你看是茄子哎，是茄子哎。难得跟上了，你还没关台，没办法，今天开台比较晚。早安啊，凯兰。地震五级。来睡晚安，凯兰晚安。继续找，我估计应该是开到，我不知道他们几点要跑哎、欸。嗯，他们玩的正嗨，打扰到他们又不好，还是我就直接说，哎、欸，我想跑图标题是睡到几最寝是几点啊？九点半。睡到九点半。不好看、欸。又去爬智齿，我左下在痛，它横着长出来，辛苦了。啊，我的智齿很乖，都直直的长。我又说好丑了，发生什么事情？雷啦！哎，新形态的乌波好可爱哦，他肚子上的 WiFi 被花一横，会排挤牙齿，这么丑哦，担心吗？没有，一步的一趴。干嘛？又踢我？
不用讲话。没有啦，赶快回去吓吓他。他说真的进不来了。哎，等超久的哎、欸。不好意思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不好意思哎、欸，登录有点久。你是不是？啊，要不要回主世界蹲嘞？不是，他们好歹也帮我偷个树果吧，合情合理吧。欸、好像没有看他们偷过树果、欸、我是说捡食，然后没有捡到树果过、欸、欸，全断吗？我最近眼睛要痛。被拔网路了吗？今天其实要玩一款游戏，一款幽灵说灌一下伺服器哦。他有打吗？哎、欸，不能欺负我没有在听啊。哎、欸，不是。啊！你怎么在听尤里的台？过分！刚才不是去厕所？哎、欸，讲真的，这个手把。这个粉色手把超级轻的哎、欸，它应该有我现在滑鼠的重量而已哎、欸。看一下、喔、我的手机，你这边开比较大声，一样啊，好好好，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，没事没事，你帮我好好提。它这个手把比我的手机还要轻哎、欸，所以其实这个手把很适合女生拿、欸，力气不大的女生。第一台算忠诚点，
哦，也是啦，我在低他的台赚中层点啦、啊、练完酒吧那颗吗？好像是欸，就是最近卤蛋那个啊，工商的那个，就是有看到，就想要说，不然我那个连发手把摸起来真的超像塑胶的，加跑图，哎呦，好像很会跑、哦，哎、欸，可以进了。超级棒，没有，那时候单纯只是想说买一个，因为它没有水蓝色的啊，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有人说水蓝色的，就我去翻了，它就只有那种有纹路的，然后都是很帅气的那一种啊，我就是比较喜欢 马卡龙色的啊，我哥。没事，我还在。应该说有我在。我的台好适合睡觉，那赶快去睡觉啊！喜欢素色系的、喔，不是马卡龙色系的，叫楼、喔，就是偏淡色浅色系的。兰迪是什么？查查。莫兰色系。哦，偏灰阶吗？还不错哎、欸。就是只要饱和度不要太高都可以。我的内心还是少女，不是，那不一样。我要认真的说，这真的不一样。就像有些人会用高饱和度的东西在画图啊，啊我不会啊，因为我不喜欢高饱和度的东西，眼睛太痛了。一炮，五包单，该订阅我了吧？
好，我哥凤头小丑妖吗？行啊。我看置顶可以用掉了，没有啦，应该也不会开太晚啊。那他们在聊什么啊？那只好耳，可是那只很强哎、欸。我们之前就靠那一，之前在活动的时候，就那一只会自杀，然后他又是 BOSS， 打得很开心哎、欸。我会记得那一只就是会自杀。雪原哎、欸，雪原应该比较好找到球球吧。我现在主要是要红线啦，回归我们的孤单生活。啊，哎，那来了一起。美丽，好吧，强的话就算了，强什么？没有啦，异兽有他的故事啦，没有说。没有宝可梦说是烂的啦。各位来自深渊本纪黑吗？我们在聊番是不是？啊，行啦。
不要啊。啊，我最喜欢打这些了。啊、这只应该有金属膜吧？来偷一下。你、欸、看，又偷到了一颗纪念球，搞里头。爽呀！嗯。哎、欸，要去哪？来，齿轮耳。没，放错了，放错了。小偷，没有偷到。它有金属音耶，踢开聚宝弓，没有。等一下哦，你的珠宝。幺幺安安，你好，晚上好。啊，回主世界好了。世界，这世界没有我的位置。寄予南安，这世界不属于我。飞太快了吧！天啊，地上有球都不知道哎、欸，该装雷达了吧？哎、欸，这边好像来过哎、欸，是不是？对，这是我来过的地方哎、欸，笑死！哎、欸，村庄，那我往上走好了。你看我认图的实力还是可以的吧？等等，电飞鼠，辣某，什么意思？
会认得路，哎、欸，真的会认路哎、欸。你看，虽然地板看起来都长得很像，但是我就是有那种哎、欸，好像刚刚真的走过哎、欸。也太难获得了吧！做记号，脑袋就是地图，不行。带弟弟的话就没办法了。弟弟那种路真的都是太像了，没办法。还有一个地方我不行，就是魔物猎人的古代树森林，我没办法。啊，我只会走到毒妖鸟睡的地方。跟火龙睡觉的地方，其他不会了。这什么建筑？超大地狱门！啊！超大地狱门！讲话怎么变这样？伯列托斯，很大。有打到副博士，点生命，点特工，点工，特工。大家为了你们猜过得去吗？要从这边跳啊！过得去，过得去，过得去啊！哦，啊！美洛耶塔。我当时本来想抓美洛耶塔，可是美洛耶塔算是幻兽对不对？不是神兽。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在打那个，哦，那个杰克伺服器的是禁止幻兽。所以就很可惜，是我一大堆都不能用啊，我的
我有的一般属性宝可梦阿尔宙斯啊，幻兽，然后梅洛耶塔幻兽，那个雷吉奇卡斯慢启动，还有一个是谁？主性空幻兽，就很惨啊。不过也好啦，毕竟一般属性就只弱格斗，一般就弱格斗打不到超能，打不到幽灵，合情合理吧啊。能送到电脑看看是什么？懂的，陨石，加速度减防御啊，有减10就好，低等25等，直取特性啊。欸，克洛伊还在吗？克洛伊是不是只要有猫咪的游戏你都可以？那我等一下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等一下推一个很无聊的游戏，你上班也可以挂着玩。它就是放置类的猫咪游戏。我前天看到我 FB 上有个朋友买了，他说我就看一下分类，放置型。我就说啊，完蛋了，这个我一定会一直玩。还没看到呆鱼欸，我睡着了。猫汤不是欸，你们要吗？我随便找一下。猫汤，没有忘记。赛博吗？不是啦，那个。阿克威在不在？啊，不知道在不在。哎、欸，不行这样哎、欸。我看尤里走的好痛苦哦、喔，那好像改掉那个地方哦、喔。不然就等一下光遇跑完，那半夜的时候再偷开一次台，可能要五六点了吧，清晨台，然后开下去帮他改他的建筑，因为他现在想要设为迷你 Q 啦，所以我现在可能就是之前玩过那个伺服器后，对一些要求已经没有想要弄那么好了。就有玩过，就可以不用再绕一些远路了。嗯，
摩尔庄园不是啦，贴了啦，北西哦、喔。出来知道你们在哪了，北西哦、喔。哼。好啦，大概问一下好了。约好了，我跟他们约三点再跑，两三点再跑好了，也而且在联动有点不礼貌。跟不上五点的台没事啦，不一定会开啦，好不好？真的是不一定啊，好不好？跑到天亮啊！哎、欸，他们有吗？可以打字吗？我没开你们声音。不对，我要走这里。反正就比较麻烦是，如果我开台的话，
然后他们在联动。那个不好，就只能关声音。救急球，终于捡到了吗？太难捡了吧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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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找不到，感觉都是熟人。都认识不算联动，我也不知道啊，不敢进去啊。烦，我又听不到，好烦。我们好了，还是我关台，关台，然后你们过去。好啦，那就到一点好了。我其他也不知道干嘛，也是蹲点，蹲点我就做自己的事情而已了。还是我帮你问，不用啦，不用啦。这样问也很不好意思欸，好吗？像今天可能你说你去问，哦，白痴哦，繁星自己来问就好啦，这样子。不用啦。因为他那边应该是开到三点啦，三点四点。只是我不知道跑图要几点跑，开玩笑的，我还认真嘞，北兰哦，啊，哎，我去帮他偷那个好了，我，你，达克瓦兹你好，
但快关台了。啊啊！我直接贴给克洛伊好了。他不在。克洛伊在哪？好了，我贴给他了。哦，繁花森林。睡了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嗯，这就不一样啊。他们可能认识很久之类的啊，但我跟那位薰草就不熟。而且稍早我有听到他们说，哎，待会要联动还是什么？我有问啊，他说你待会说要联动，他说对啊。那算了。田祖祖打掉，田祖祖确定不会有齁，我偷看看。可能过几天就不会再玩这一款了吧？我是觉得我好像局外人哦。那因为这他们都不是彼此认识很久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我一个突然跑进来玩，有时候觉得是不是不太好？是。好像哎、欸，海洋更新 1.16 吗？对啊，哎、欸，对，1.17呢，哎、欸，我刚刚其实在想说16是地狱吧，杰克出现了。杰克在这世界是当那个啦，
类似 GN， 是在帮忙他们东西。好啦，还有三分钟啊，晚点再去蹲，不然等一下跑图用 Switch 画面不好点，不知道啊，因为可能情绪又来了吧，对吧、啊？休息，观台休息一下。三万显示，欧弟你在讲什么？欧弟你在说什么？格斗忘了啊？尤其。该休息了，三万。我是三万，三万是什么意思？好啦，那待会会在我主要是会在优利台打字啦，不过其他两个人的台我都有挂着，哎、欸，就待会因为他在Twitch开啦，所以带不过去。你们想去的话可以。去隔壁，哎，不要问说频道啊，自己去找。哦，三个 W 哦，啊，好啦，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看，怎么都是这个？辛苦了，不会啦，不会啊，一直不讲话才辛苦你们，一直听吧。有些不是说听到快睡着了，我不知道其实这是好还是不好啦。是我太无聊了、啊。但隔壁的女人是说不是，是真的是很助眠。我说这是无聊啊。哎、欸，你不是去睡了？又一个炸琴吗？泡泡不是睡了吗？我没记错吧？泡泡你炸琴哦、喔！做个好梦，不会啦，晚安了，晚安了。台主拜拜，好啦，拜拜啦。看一下他在哪里。PY， 好哎、欸，主世界。哦。
啊，我先交新朋友，这先给你。我去。好啦，先关台啦。点到为止。嗯，啊，先这样。那这个是优离子的台，我待会会去那边啊。你们可以挂个忠诚点数，然后把东西扔水沟，或者叫他摇屁屁都可以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拜拜。